我们现在听吼，接下来这一首歌叫做什么？我等到花儿也谢了，真正好，我们很感动吼。那么接下来这边的话，就是吼李芙蓉他们哦高中的同学，三个人非常好哦。啊，他一生来带咱学歌，当开始学的时候，我们都是说训练女高音嘛。 这样子管嘛，哎，笑的时候，边个同学哇，你笑得够，等下跪下去哦。看他得奖之后，发现到哎，真的呢，这样才对。然后他也就跟着哦跳进来，他也学了什么七八年。那么在这一次的话呢，在那个今年的话，那个什么四月底有一个叫做什么天元歌唱比赛，他得到第三名，哇，相当厉害，是全国性的。
我们现在请他的同学魏乔乔唱这一首《我等到花儿也谢了》。大家好，我等到花儿也谢了。
很可能哦，等到花儿谢了，他知道不知道？只要呢，当面就跟他讲，你喜欢谢了哦。哦，这就一句话，但是讲不出来。好，现在由我来唱这一首。